到有欧拉夫一个人。老哥，矮弟要减肥，昨天跟他吃海底捞。跟他讲几句，他就说他要去啊，他软弱的意志力，没办法吧。我是他的好兄弟，然后我在帮他锻炼他的意志力，结果他讲两句就不行了，没办法。你不是也要当健身人吗？我今天跟教练有约，然后因为下雨，跟他说啊，我有工伤。而且呢，任迪的位置被人豪我就看，直接找借口喽。老鼠也前交了闪现之后，双踏上来，就直接不去了。绑在原地嘛。对啊，下雨天就不会想出门的。就是那个三分钟练有练到。